议员教法规定，直辖县市政府应设立民族教育资源中心，负责课程研发、教学协助等重要任务，来支援学校里的民族教育。全国有26个资源中心与176处的民族资源教室，目前运作情况如何？民族教育资源中心的定位与存废，对原住民孩子的教育又有什么影响？请锁定部落大小声。